还有十几挺机关枪，机关枪是重火力，都放在里面了，拿出来。 来，上去。高仲奇，别那么大声，惊动你外面的人，我们只能鱼死网破，到时候我先杀了你。你是什么人？ 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不认识我了？把枪放下。大哥，外面可都是他的人。放下。督军，请起。 你想杀秦鹤生？你什么？我帮你杀。